测试蛋仔官方是不是小气鬼？哦，我要充钱来给大家测试一下。蛋仔派对最珍贵的是彩虹币，因为十个蛋币等于一个彩虹币。对啊，一个彩虹币一块钱。今天我要用兄弟们30个彩虹币来给大家做实验。300块钱的彩虹币能抽到什么东西？如果你觉得官方不是小气鬼，扣个一；如果你觉得官方是小气鬼，扣个2。测试开始。蛋仔岛中有一个盲盒打开，我们的目标是精灵。李斯尔先开一次。我去，绿。大捧玫瑰花。第二个是，又是绿色。童真帽。第三个是 money， 紫色的摇篮曲花铃。哇靠，牛逼！哈哈哈，官方不算小气鬼，兄弟们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第一个他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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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绿色。大哥刚才是大树，现在来了个中树。最后一次机会，伙伴们，选你吧。第二个是，又是绿色，完犊子了，拍照达人上妆。伙伴们获得了一个摇篮曲花铃。伙伴们，你们觉得我这一次值不值呀？